巴嫂女装表学 iPhone 玩庆祝。睇咗多次瑞士巴嫂 World 表展嘅报道之后，男性当然满足啦。不过女士们又唔使失望，今次终于介绍女装表啦。先讲讲得意之作先，就系 Wado 呢一只陶瓷庆祝手表啦。冇任何嘅表冠或者接钮，点样玩？即刻教你啦。要教时间其实好简单，首先将手指放喺8点钟嘅位置，当见到分针有一下震动嘅时候，就可以喺手表嘅右边位置由上至下扫去教时间。再按15点位置，秒钟即刻会向前走；按12点嘅位置，秒钟就会向后走。想快啲嘅话，又可以喺左边位置上下扫，直到调校好正確嘅时间之后，放手等几秒钟，手表就会发出哔一声，咁样就完成㗎啦。至于 Dior 嘅半圈式羽毛手表当然唔少得啦，选用嘅羽毛比上年更加细腻，易于转动。表面用上越南珍珠母，全黑托金可以话系今年嘅女性手表潮流。至于以挑黑同埋彩绘闻名嘅 Jacquardos， 今年嘅瞩目之作就系以品牌经典动物蛇为立体雕刻品。分别用咗翡翠面同埋彼得石作为标本物料，加上充满气势嘅眼镜蛇，的确令人睇到着迷啊！